继续要从镜头，是来嘉义市议会。嘉义市沿东都市的北港路区大征收，甲嘉义市第五期货物运转中心区市地中位两个重大建设，今仔日伫嘉义市议会临时会进行专案会议。嘉义市议员关心地区的建设，登记积存非常的踊跃，建议建设性的资本来提醒市府加紧脚步，着手进行，唔通辜负着市民的期待。嘉义市议会临时会今仔日进行沿东都市的北港路区大征收，甲嘉义市第五期货物运转中心区市地中位两个重大建设专题专案会议。黄秋蝶表示，沿东遐尼久啊，爱市府担起一年来经常累进步。一担担外斤啊，做就好，跟担累进步，累进步嘛，无一定讲安尼做起，伊就完全同意啦。伊过来开一张药单，过来开五六项啊，你着搁往车车。啊，所以这到时着进步。伊啊，市长报告叫市长伊着进步，去下者，去歪说做者。啊，无我看吼，这咱这世人可能看无啥会对啊。这安尼浪费十几档。嘉义市议员高尚明爱市长认真做好市民有感。有感就对了，有感好哦。柯市长，你实在真正作用在咧做。我人咧，我老公，你实在做认真在做，哦，哎呦，百姓就会感觉，啊，实际上讲一寡，啊，一旦抬杠我包，啊，请恁贵国的蔡英文来主持党号典礼嘛，这是大一个大建设啊，啊，落来看咱北港路两侧的问题啊，对无？啊，顺便叫你来看球，感谢我。我开始，你做市长，一第一个东西是，我就来讲这三项。一大建设，你也会当做起来，反正民调起来五星级的市场啊。主持议员拢真了解这多年计划曲折，纷纷提出建言。议会伫预算的执行上也予伊上大的配合。议员登记积存非常的踊跃，建议建设性的资本提醒市府加紧脚步，着手进行，唔通辜负市民的期待。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